八年走到这个位置的那一刻，我哭了。对 ，announce 的时候，他公布的时候，我在当下就是流下泪来。原因是我不太哭，但是我那一个当下是感动的哭了，因为想说哇，十八年苦守寒窑，我终于拿到这个位置了，我终于把台湾顶到顶了。